记者错报的时候呢，立马就会跑出来。接下来呢？你看到那个房间在哪里了吗？我
知道啊？走吧，我们。嗨。有没有被惊喜到？好，来，请出来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耶！身边的大家就是可以工作顺利，然后身体健康，天天开心。我觉得这虽然很基本，但其实挺重要的，也是我人生的一个目标这样子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可以，哦，是吗？好。锤子不给力，要拿真的锤子。哇，好可爱！这可以吃吧？可以尝一口。大家冷静。来，吃吃吃。